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 有没有听过汉方保养呢？汉方保养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吃中药是温补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中西合并，它用四神中药的四种药材制造，西方的方法制造出胶囊，让你好吞不苦。那就是我手上这个汉方四神 BHKS 的无瑕肌方，让你吃出健康哦。它怎么吃呢？一天吃一颗，然后在饭后吃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想加强保养的话，一天可以吃到两颗，但是一天请勿超过两颗哦。那我们来吃吃看吧。这样子一包里面总共有60颗。那因为 Jessica 是保养身体，然后身体也不需要多加强保养，所以我就是一天吃一颗就好咯。一颗直接吃下肚，搭配开水就可以咯。有淡淡的中药味，但不是很浓郁。做成胶囊之后真的好吞食，然后可以让你的体质更好更健康，所以我推荐这个汉方四神给你们哦。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爱吃苦的人，那这样子做成胶囊状真的让我觉得很方便。那 Jessica 频道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